兄弟们，我是袁胖，今天我们又出发了啊，想找项目赚点小钱的，哎，哥们儿跟我一块来看。今天呢，我们到了这个威海的一个郊区，这个发明人呢叫做崔强，他发明了一个动物喂食机啊，是崔总啊，哎，崔总你好。哎，你好，哇，这是你厂子啊？啊，就这个就是喂食车呗？就是我们一部分产品。这好啊。啊，是这个机器整个是全液压的。全液压。啊，就是行走，还有这个分料，转向，全是液压的。哦。全是液压的。你觉得这个产品最厉害的地方在哪个地方？就是节省人力啊。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啊。这个这里面是一个分料的一个机构。哦，分料的一个分料泵。嗯，完了行走部分是这个是液压的，那转向都是液压的。转向都是液压的。发动机，这是发动机。发动机在下面是吧？发动机在这儿啊，你近点看。这是发动机。发动机。这是发动机。我们产品都是主要零部件都是进口的啊，都是进口的啊。这些嘞，这就是分料泵，分料泵行走是两个液压马达啊，液压马达整个它行走是不是变速箱了，是液压马达驱动，它是驱动轮子的。完了发动机带动的液压系统，带动液压系统给各个系统供油。完了这个行走的给这两个马达供油，然后通过这个一些阀来控制。完了转向也是，还有这个转向、行走、分料，这也是个液压驱动的。也是一个液压驱动的，是全液压驱动的。这个机器呢，先进在哪儿呢？整个机器的这个智能化控制，是一个 PLC 控制的，对这个饲料的投放量是可以设置的。设置的，你看，我喂的哪个笼，喂了多少个？我们整机工了多长时间？为了设定的饲料量，就是现阶段喂的饲料量是多少，都能显示。那这是我们很通用的一个界面，有八种饲料量，这种饲料量是可以设置的。你附近有没有这个养就是养皮毛？有啊，我们可以。要不那我们直接开车过去看一下。是那个。这喂食机呗，这就是你发明的这东西呗。对。那我们要不试一下，看你这个车的效率到底咋么样？好嘞，哇，它是这么，你是专门针对这个来喂的是吧？针对这样子发明的，这个有点意思啊。就这么喂食啊？对呀。这样子，这还是第一次见啊。他现在就是一天吃一顿。对。这个机器的速度那是相当快啊。对。这样走过来，多少秒啊？估计。没计算过，我用的是0.3秒一个雕。0.3秒一个雕。0.3秒。0.3秒，就等于一秒是可以喂三个啊，差不多。好，铁棒，这就是崔总发明的这个喂食机。这种喂食机主要是针对这种皮毛类的动物。如果呢对崔总这个发明感兴趣的，你可以点个赞。如果说呢对这个发明觉得还有什么想法和意见的，你可以在我们的上面留下评论啊。然后呢，如果想要崔总的电话的，你可以联系我们发明米栏组，百度一下就可以了啊。然后我们会把崔总的电话号码告诉你。